我谂一路直坐8个钟头，感觉咧冇唔舒服，就唔使食止痛丸，同以前未学之时咧系直成唔同噶。我以前又用热水袋啊敷喺后边，又要食药，又要用止痛腰带扎喺条腰。但系自从礼拜六、礼拜日学咗之后咧，我冇用到，所以即系证明我冇办法紧张。啊！一定要用平静嘅心嚟接受我。所以我从今之后一定要改变自己，即系用平和嘅心嚟去接受现实，继续跟阿学跟阿吉即跟阿真功根源嚟到学习，等佢输送啲爱福音，所有。嚟到帮我治疗嘅身体，帮我保护我老公、我啲家人儿女、女婿啲孙，个个平平安安。哇，真系好，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